剧院总经理信安聊到，其实他这个高明的身体体重很轻，弹速也很好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信安台湾飞人都可以这样称赞的，确实就是像刚刚场上看到的这样子。哎，注意啊，继续守备啊！好，我们过去转换快攻，只要求在同边挡人。但是中间如果没有去挡人，球做转移再来做挡拆，哦，可以吗？明白吗？哎，好，这个